爸，回来了。做了2个小手术。哎呀，这是往新房搬东西啊。嗯，这都是我拍的照片，我想给菲菲一个惊喜。小林，爸，你和菲菲要结婚了，这是爸爸的一点心意。爸，我们钱够，我们俩装修房子都是自己设计的，有特色，花钱又少。 不过，菲菲她爸爸也确实帮了不少忙。我跟菲菲商量好了，尽可能的少花家里的钱。你们这么想，爸爸感到很欣慰啊。不过结婚可是一辈子的大事儿，爸爸的这点心意你得收下，要不然爸爸心里不踏实。那好吧，谢谢爸。谢谢你啊，儿子，谢谢你陪了老爸这么多年。 你去外地这几天，我跟菲菲去海边祭奠妈妈了。我知道这么多年，你一直一个人，一直在想我妈妈。过去了，爸不是说过吗？都过去了。爸，你是不是很累啊？ 我见我的最棒的摄影师，最棒的设计师，最最好的老公，甜言蜜语。这简直太漂亮了，太有纪念意义了，太咱们俩这家了。我呢是怕自己照的照片太多了，没地方放，所以才想出这个主意。<笑>哎，这是哪儿啊？想想。哦，峨眉山那个小村子。当然了。2年前去的。咱俩凡是去过的地方，这里面全都有应有尽有。 爱死你了，受不了了！认真的，这是送给我们两个人的礼物，希望你能够喜欢。当然喜欢。开始。